上午11点，我们俩要先去吃个中午饭。昨天晚上找了一个饭店叫 Satay Brother 是吧？对，昨天找了一个饭店叫 Satay Brother， 看黄老师激动的，他已经叨叨了一晚上了，希望这个饭店会不错哟。他又找不到饭店了。这儿？这儿？啊？这个地儿啊？就在里面啊？没开门。哟！骗子，欺骗我感情，让我想了一晚上。我还想一晚上呢。嗯，我还想来这儿吃串儿串儿。好了。吃啥呀？对面这个咋样？有点太随意了吧？随意吗？这个这么高分啊？嗯。那走吧。对面这个画了个蛋，好萌啊！我们就去吃它了。这里面好多人啊。还行吗？目前还是满意的。没吃饭之前还行。妈呀，看着菜单 ，waffle 加上 milkshake， 各种三明治，这还有 crepe， 全都是 crepe。这简直就是像饲养一般的上菜啊。我这边的是两个 sausage 加上 ham， 还有 mashed potato， 还有 chips， 然后这边是一个 crepe 里面是香蕉，然后加上了 Nutella 的酱，然后还有两个蛋，还蛮好吃的。他跟我差的就是个 waffle 啊，对吧？然后少了两块蛋。然后还有好多的 toast， 这是满满的两盆卡路里。我要和我美美的早饭合个影，好兴奋啊！吃饭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现在准备去皇家山爬山，来消耗一下卡路里，不然吃那么多感觉太愧疚了。感觉满肚子的油水无处释放。你给刚才的饭店打几分？7分。7分还是可以的，超出了我对它的期望值。哇，好酷的警察！走，哎呀呵，爬山，好滑呀！哎呀，咋不找个路走呢？这好滑呀！好滑呀！你看这个有多厚？看，哎呦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要干啥？我只是想跳一下。哎。采访一下，还跳不？跳，我是年轻人，我精衰，相机没坏吧？相机没坏，没事，穿得好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呼呼腾腾的。我本来真的只是想蹦一下的，没想到这一蹦就把我自己给蹦倒了。我感觉现在肚子里头就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撑了。我也觉得。是吧？怎么样？松鼠哪儿呢？等等我，他们在找吃的。哎，这上面是吃的，这是吃的。这在投喂东西。啊，这是定点的饭堂。嗯哼，食堂啊，这是。对，那还挺好的，省得冬天饿着了。怪不得一个一个都那么肥呢。哎，那应该就是了，你看到了呀，这可就到了。哎呀，妈呀，这都没爬呢，还没动。哎，人家在走雪滑雪。哎呦，人家滑雪呢。吃了一嘴雪，爆冰，好吃不？纯天然无污染，有点激动呀。激动呀，来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来看呢，这里边有卖冰淇淋的，你要不？这还有冰淇淋啊！啊，哇，游客。
个平台上都已经有好多人了，我们从这儿下去吧。Montreal 的全景，快来让我们瞅一瞅，看，这就是医学楼，天天上课的地方。那个是 Bank of Scotia， 然后那边是表，那边是 downtown， 就那一片就是 downtown 了。哎，今天这个布应该写啊，为啥大家走哪一个地方都要吐白雾呢？一统天下的感觉有没有？看看，往后仰一点，快看，这都是我们的天下，看到了吗？同志们好，三二一。不错，不，你别跳下去，你最后一下往后仰一下，死我了！看我唱多厚，像不像个棉被？还有，你咋嘴又不好使了？不是呢，好像嘴略有点冻着了。我为啥天一冷就冻嘴呢？你的脸都红了，来让我看看有多红。看这粉嫩的，冷不冷？还好。冷不？哇，好暖和呀！这是看什么的吗？这里边是个显示器。真能看得见。错字儿了，走吧，出来了。咱们现在这儿，然后现在往这边走。咱们现在是往这边走吗？应该是在这。那车在这附近。那我们现在是绕着这边走吗？绕一圈。对。我们俩昨天在优衣库买的那个 Heat Tech 是吧？对，那秋衣到了，赶紧穿上。今天就穿在身上来测验一下，咋样？我感觉挺暖和的。吃饭那会儿特别热，都想把毛衣脱了就穿个秋衣吃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周围坐的都是人，穿个秋衣吃饭有点那啥，是吧？对。不，这又一个食堂。你看鸟也能吃啊。嗯，鸟在上面吃，然后松鼠在下面。周围全都是一样的景，没有一个人，静悄悄的。那下着雪。对。枯树。枯藤老树昏鸦。下一句是啥？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。断肠人在天涯。可以可以。哈哈哈！没有考这你。打我自己一头。再来一遍。这雪太松了，都捏不成球。你要砸我吗？拿刀。不够厚实。你在、啊？我的妈呀，好，差点把我摔了。这都不行，这不够软。哎呀，我不揪你自己起来。这竟然是个白色的巨蟒，你看，还是双眼皮儿啊！哎呀，你咋跑了？你要滚下来吗？在这儿能录得上？哎，哈哈哈哈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你还好滑呀！哇，这就是 Mount Royal 上面的 Cross， 哇！真是不容易，摔几跤了？啊，一路上连摔带爬，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！我上了，连滚带爬的呢，咱太难受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边是平地，啊，这边不用爬。你带的路，我怎么还爬上了？
边这么大个坡，他非让我爬上来。这边就是平地嘛，真的是，我就想把你一脚踢下去。走，我们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好歹去那边留个影啊。留个影。欧拉欧拉，我们往下走了。啊，我真不适合往这边走。为啥？这边好滑呀。这脚是我绊的。哎呀呀！上次你我怒了，我不好了。哦，后果很严重的那种。还要再摔一跟头吗？不敢。那你还好不好吧？嗯。还打不打？不打了。红不红？不红。嗯。雷佳音同款吹雪，咋样？吹。都是同款的。跟我说一遍咋走？从这儿下去。从这儿下去？这咋下去？这连路都没有。这下去就能到咱们停车的地方了。对呀。好吧，信你一回啊。你确定？对。走这儿？对呀。好。看着雪。嘿，而且这还是个斜坡，能看得到吗？这都是冰。嗯。这，哎，哎。哎呀！这咋办？我又摔了。来来。让我坐下了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滑下来了，你还不信？来吧来吧，来吧来吧，你别踹着我。看这一裤腿儿去，是吧？太狠了。采访一下，滑下来啥感觉？有点凉啊，我屁股有点凉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人家明明写着滑雪滑下去，你确定？对。走这儿？对呀、啊。信你一回啊！你给我下来，快点！看这只猴。不是说好的关了吗？走呀，走呀。就到了，等等我来了，上不住了，上不住了，妈呀！我现在不想说话了，今天真的是够了，太凉了。你知道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头发都冻着了，每根头发都冻着了，真的是。你知道这一甩就掉冰渣，而且太阳不是下山了吗？这会儿又刮大的风了。刚才走到半路，然后我太冷了，黄老师就把他的袜子给贡献给我了，太感动人了。给他颁发一个那叫什么来着？感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。救了我的双脚。走吧，让我系个带儿。啊，回家回家。Hello。Hello。我们终于到暖和的家了。今天才爬了多长时间？俩小时。今天整个从山下到山上才爬了两个小时，但是感觉跟爬了两天一样，就感觉被大雪封山了，困在了山上。应该春暖花开了，或者等秋叶的时候我们再去一次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是好玩，可是摔得有点疼嘛，然后我屁股到现在这半拉都是麻的。哪有？摔了好几跤了。你都是跪下去的，又都不是坐下去的。那我明天俩膝盖就该紫了。
皇家山半日游就由冻僵而告终了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期的摔了又摔，我们下周日再见了，拜拜。嗯，哎呀，这不，嘿。